那个礼拜至高无上的法师。我哋讲到边度啊？系啦，你哋要当我新咁吧。落嚟，茉莉公主，我有个人急不及待要介绍你识嘅。狗方，我唔准你掂佢。公主，你不知道他真的恩面。听我讲，我会将真相话俾你知。你可否真的知道？这个真是大笑话，现在让你问候这个王子，或者你叫他阿丽丁。阿里，茉莉，其实我一早都想告诉你，我现在他只不过普通一人，绝未可放走他，教他给我。这小子不可相信，应该给他警戒，现在就将他收起，我要送去这个世界最远的地方，冰封他这一生，公主拣他都要完蛋了。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冰冰啊，道别这小子。